朋友们好，这不是我刚刚在大一哥村里边模拟信用送金见了曾主任吗？劝曾主任少些唇枪舌剑，多些和风细雨。但是我突然又听说一个年仅15岁的话剧少年刘学周怎么在海南自杀走了。哎，学周啊，我去送送他去。不，学周，你不要走啊，学周，你莫走，你回来呀，啊！你莫走，你回来呀，学周。你莫走，你回来呀。现在大家基本上在网上知道了你的情况啊，你生下来不久就被卖掉，养父母在你几岁又去世啊，双双离你而去，长到15岁啊，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找到了呀。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，可是你的母亲把你拉黑，好像你的父亲说你是网络乞丐，最后网上的一些网络暴力成了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你就这样离开了人间，走时留下一句话，来时极轻，还去极尽。如果你不走，你应该是一位诗人吧？看这句话，真的像青瓷。学周，你不要走啊！学周，你不要走啊！学周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啊！学周。来，咱商量，我跟你讲，天上你以为就有温暖的家吗？啊，天上你就能找到父爱母爱吗？啊，学周啊，如果你不嫌弃我这个糟老头子，我也漂泊了大半辈子，无儿无女，你不嫌弃我，我当你的父亲好不好啊？来，回来吧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先到我家里去看一看好不好？啊，不管家有多贫穷，他好歹是个家呀。啊，雪中，走，回家看看啊。回家。哎呀，你不要挣脱我的手啊！我跟你讲。家有贫穷，但是爱没有贫富呀。家有贫富，爱没有贫富。走吧，我不勉强你，你不想认我做爸爸，不勉强你。但是，感受一下家的味道好不好啊？啊？走，来，拉着我的手，走，啊，走。来，家到了。哎呀，是，这有点穷，但是家有穷富，爱。没有穷富啊，啊！你看，哎呦，过年了，我给你蒸点饺子吃啊，蒸的饺子，快，马上就熟了啊！咱爷俩，你是未成年人，不能喝酒，你就吃饺子啊！过年了，我再给你写个春联，来，写春联。来时极轻，人情如水，
你说的来时即庆还住还敬，我跟你讲讲来时即庆人情如水。来时即庆，这是你说的话呀，我再给你加上一句，人情如水。还去意境也是你说的话，我再加上一句，敬得载福。哎，其实你不求福啊，你求的是一个爱，我们改改吧。爱，哎，就是福吧。嗯，爱呢？爱怎么跑了呀？嗯，爱怎么跑了？你怎么跑哪儿去了？爱，跑哪儿去了？爱跑哪儿去了？怎么没爱了？啊，没爱了呀！没有爱哪有福啊？跑了，跑天上去了，跑天上去了，嗯，跑到天上来了。天人静好，愿你在那边有爱。这是春联还是晚联呀？啊，这是春联还是晚联呀？哈哈哈哈，过年了，来来来来，饺子好了，饺子好了，哎呀哎呀呀呀，饺子好了，饺子好了，你看热腾腾的，哎呀热腾腾的，吃吃啊吃，哎，你要走吗？你吃了饺子再走吧，你来。你可以不认我当爸爸，但是你必须吃了饺子再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孩子，吃吃啊！你不要客气，哎，你不要客气，这就是你的家啊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有点烂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吃，你吃，吃吃吃吃吃啊！哎呀呀，好好好好，我吃我吃我吃。哎，家有穷富，爱没有穷富啊！吃。那些网上的喷子们，你们嘴下留情吧。公母鸡，水能够容纳什么东西？水是以温柔的方式清洗脏的东西，咱少点唇枪舌剑好不好？啊，家有穷富，还没有穷富啊！吃，哦，我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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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吃，你也吃啊，都吃，都吃。啊嗯，好吃，这就是爱的味道啊！嗯，哎，你说来时即庆，我再给你加上八个字：人情如水呀！你看我给你写的，哎。人就像水一样，哎，就像水一样，要学傻一点。人都往高处走，它水偏偏往低处流。你说水傻不傻呀？水争万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所以你要学傻一点呐。你不要以为到了天上都是清净，
没有，我感觉天上也有酸甜苦辣。学傻一点，有个傻是瓜子，人傻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还怕什么网络暴力啊？你还在乎什么网络暴力吗？来，认不认我当爸爸呀？啊，这样吧，就当我干儿子，我当你干爸爸啊！跟我学傻一点，跟我笑笑，傻笑，嘿嘿嘿，嘿嘿嘿。哈哈哈哈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不见无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出作天。哎呀，给干爸爸学学，装疯卖傻，何在乎他那些网络暴力？切！啊呸呸呸呸呸呸！哈哈哈！哎，啊，还时即静，你说，得静，载福载爱。不管天上的人，还是人间的人，天上人间，我们的品德都干净一点，深厚一点，才能够承载福。称在爱呀，啊，哈哈，哎，哎，学周，吃吃吃，孩子吃吃，好好，我也吃，我也吃，我吃，哈哈，哎，哎，干爸爸一向主张贵和尚中和为贵啊，又和为贵。前段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也是好像是造谣、污蔑、谩骂、攻击别人。被害人报了警，报了案。本来可以法律制裁他，但是经过协商赔钱，但是我还劝这个被害人把钱退了吧，只要他道歉，诚恳道歉啊，宽以待人。陈亚楠这个事情呢，我虽然感觉陈亚楠有些事情做得不妥当，但是陈亚楠肯定有遭到网暴的这种事情，我也劝陈亚楠，你的律师只追究一个人啊，一个人，这一个人只要他道了歉，诚恳道歉，也不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也不会让他去赔钱。但这回，干爸爸，我怒了，不在意何为贵。不再宽以待人，这些人触犯了法律，该受到什么惩处就受到什么惩处，法不容情，跟你讨回公道，讨回公道。你的死一定会换来互联网这个生态环境的进步的。学生，吃好了没有啊？吃好了。你要走？过了年再走。不行，你要都要去天上过年。好吧，好吧，天上过年。不小心才没什么送你的，这副对联，这副万，不是万联，春联，一带走，贴到天上去，啊。来时即清，人情如水。还去意境，都已成是非，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。愿天上有爱也有福。梦也梦得隐隐约约，
天人尽好啊，天上人间岁月静好。雪舟，慢点，我送送你，送送你，你慢点，我送送你。雪舟，临走干爸爸再送你几句话。有人说你猪啊，你就说猪也是我们的老师啊，我们从猪拱猪鼻子拱地学发明了防毒面具啊，天理君亲师也要孝敬老师，不是猪就不用孝他了，也要敬他。有人说你是狗，你就说伟大的人物都教育自己的子女夹着尾巴做人啊，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。失败是成功的妈妈，错误是正确的爸爸。学周，慢点，慢点，记着我的话啊。苦难是幸福的奶奶。羞耻是文明的爷爷。你要想有父爱母爱，你就要学会失败错误，承受苦难羞耻，你才会有完整的父爱母爱，完整的家的爱呀。学舟，慢走，天人尽好啊，天地万物天人合一，就连细菌病毒我们能不伤害它也尽量不伤害它，平衡相处吧。